卓熙，曾是 TVB 四大小生之一，俊俏外貌深受观众喜爱，更凭借电视剧冲上云霄的走红。近年他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大陆，接连出演了多部综艺节目，成功收获了不小的人气。日前吴卓熙到深圳举行签名会，吸引大批女粉丝到场支持。当天他身穿条纹衬衫搭配黑色宽裤现身，作风亲民的他亲切地与大家互动聊天，现场气氛十分欢乐。然而他在现场却疑似起了生理反应，频频用手遮挡重要部位，但从流出的影片还是能发现吴卓熙的下身凸起，看起来很明显。不过有网友认为可能是影片拍摄的角度、现场灯光照射以及裤子的设计才会出现让人误会的一幕呢。